你好，阿姨。你是在叫我吗？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没看到你的脸。没事，你是干嘛的？我是到这边来旅游、记录生活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哈妹。哦，真厉害，背这么多。你背这么多还背这个孩子，累不累啊？不累啊，习惯了。你一个人吗？不是，我爸爸他们还在后面，我先回去做饭。做饭呀？那哥可不可以去你家吃个饭呀？今天还没吃饭呢。可以呀。你们这边风气特别好。这是你的弟弟还是你的？是我儿子。哦，是你儿子啊？那我们去我家做个饭吃。真的可以去吗？可以呀。要不要花钱呢？不用花钱。行，那去你们家看一下嘛。那我帮你背一下，你背孩子吧。没事，不用不用。我帮你背一下，你这么重，这么重。没事，都是这样子背的，没事的，不重。这么厉害呀？没事。那我就跟着你来了。来吧，走吧。好好。哥，你坐吧，我去做点饭吃。反正在这里。行，谢谢谢谢，这么客气这么客气。没事没事。有水吧？我先喝口水，有点渴了。有的有的，我去给你接过来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来。谢谢谢谢，没事，不客气的。这样子喝吗？对。你要喝，你先喝吗？没事，你先喝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没事。这个水特别好。它是自来水。谢谢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没事没事。杀只鸡来吃，家里面不用你这样子，不行，这样挺不好意思的。不用不用这样子，不用这样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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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鸡，没事的没事的。怎么这样子烧呀？这样子烧味道很香的，不一样的。真的，我没有吃过呢。哈妹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5了。这么年轻，你们家有几姊妹呀？我们家八姊妹，我是老大，我弟弟妹妹他们有些还在读书，有一些也成家了，有些还在外面打工。那你怎么不去打工呢？我带着孩子嘛，不方便。那你老公呢？他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，性格也不合嘛，然后就分开了。现在孩子是跟着我，因为他也还小嘛。哈梅，你是不是什么都要会啊？我觉得挺辛苦的，你一天。没有啊。你这是喂猪啊？是干嘛用的？这个是喂猪的。你们家有多少个猪啊？只有两三个。只有两三个。四万一块钱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你好。快点嘛，你吃点，吃点新鲜吃。吃，因为我老婆在生意，这个问题，吃肯定买吃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没事，他不是我亲妈。不是你亲妈。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。没事的，你不要不开心啊。我感觉他有点不高兴的样子。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事的啊。你好，阿姨。你咋不到？怎么就走了？我找了这么多，我马上开始走了。妈妈，上了锅锅里面，就肚子里面用不着你了。等一下，走路过。吃饭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过再走嘞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估计啥来吃哦？估计啥？我的母鸡呢？我母鸡咋不办？你吃饭吃饭，阿姨。这什么情况？没事，吃饭吧，哥，没事的。叔叔吃饭。你走了，我请你吃。来吃饭。好好好，是的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给你吃。好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来，给你吃这个。我这么大，我不吃不吃，你吃吧吃吧。没事，我们这边的规矩是这个给客人吃。那给爷爷吃吧，爷爷让你吃。给客人吃的，你吃你吃。那这个你给阿姨吃吧。你吃你吃，快点吃，没事，这么多，我给你吃的。谢谢谢谢。吃不完，要不我不怎么喜欢吃肉，我就吃点米饭吧。你吃点吧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吃嘛，这个是给客人吃的。叫你阿姨过来吃饭吧，一起吃吧。没事，他等一下再吃吧，你不管他，你先吃吧。韩美，今天谢谢你哦，吃的这么好，招待的这么好。
我特别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没事啊，不客气。我叫阿翔，你可以叫我阿翔哥哥。阿翔哥吗？啊、嗯，对，我今天就先走了。啊，你要走了吗？对对，我今天就先走了，天有点黑了。你不在这里睡吗？今天在这里住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改天再上来找你们玩，好吧？嗯、那个阿姨怎么为什么不吃饭呀？她是不是不喜欢吃鸡肉啊？啊、嗯，没事，她等一下吃吧。他喜欢吃什么？改天我可以给他买上来吗？啊，他比较喜欢吃鱼，但是你不用买的，没事儿。没事儿的，没事儿的，我改天给他买一点吧。我今天没有拿什么现金，那、嗯、这个包里面还、哦、不要不要一本，这个给你吧。不用不 用, 不用，没事儿，你收下吧，收下吧。不能收，不能收。没事儿，你收下吧。啊、哦，不要不要。收下收下收下。你天也快黑了，那你走吧，不要这个。这样子我挺不好意思的呀、啊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没事。那不好意思哦。没事没事，嗯，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，嗯，那改天再上来找你玩，谢谢你啊，再见，好。